进去看看。听，有琴声。 做战士，这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这眼睛还真没白，白长这么机灵。哦，这耳朵也是异于常人。好了，我们自己不要互相残杀，大敌在前，我们先想想怎么下去吧。 你知道这什么吗？这个是太极阴阳余图。太极，动而生阳，动其则静，于身为体，于眼为用。所以呢，这个里面。 一定就在里面，走吧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不要，师傅。
九云，你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。你和我想象的确实有些不同。拜你师父所赐，他欠我的东西你来还。声音本为一体，你身上有我的两力，便是有我的血脉。如今七力合体，灵力归位，乃是大势所趋。我一统三界，指日可待。机不可失，我们速战速决。皇兄，为帝来看你了。皇帝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欢迎？每年中元佳节，我都想给皇兄祝寿，可惜皇兄行踪飘渺，让皇帝一通好找，怕你寂寞。今天我特地带来了左詹使给你祝贺。你这不是来贺寿的吗？是，我是来杀你的。你蛰伏了十几年，扮演着一个人畜无害的纨绔子，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。没错，是我就是为了今天。这些年我念及兄弟之心，从未伤害过你庭院。太平是我给你的，太平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兄弟咱俩吗？你连人都不是，谈什么兄弟情？玄叔，你别再谈了。天下皆知我是无双命格，刀枪不入。你不怕死吗？皇兄，你又跟我说笑吗？无双命格，你手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我去看看，你多加小心。玄叔，你醒醒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我就想试一下你的无双命格。庭院有诈，快走。子辰，
灯在哪里？看来你并不打算给我。他是谁？值得你托付仙家性命？你若不答，我便去问他有灵灯。你就等着没灵灯，吞噬灵力吧。等他点燃灵灯，收尽天下妖灵，而你作为灯芯，安有命在？啊！就凭你们几个还想杀我？皇帝，为兄刚刚演的可算还行了，有没有学到你装傻充愣的一二分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处心积虑埋伏了这么久，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动机？给殿下换上素服。哦，新来的。你不惜性命，以身涉险，是为了帮……帮他？子辰，你看你自己，为子辰罔顾了性命，而他呢，却一心惦记着杀父凶手。你别碰他。皇帝，这就是你喜欢的女人吗？为兄替你长长眼啊。原来是你呀，美人，头发母色都变了，本王都不喜欢你了。滚！滚！你不是百般接近我，想杀了我吗？来，我现在就在你面前。来啊！来，杀了！杀了左相，还想杀我？你究竟是谁？好，人菜你们都熟悉吧？九云，你的心上人知道吗？他的夙愿就是你的死期。
经等了很久了。来干嘛？我都这般模样了，你来看我的笑话吗？我体内的两力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现在何德何能啊，能帮得上你这种上仙？九云啊，我的亲九云呐！哎呀，九云，我知道啊，你现在急需恢复心力。是是是是是，我若不是受身体这两力所限，我定能助你。我是真想帮你，可是我现在这功力全无啊。你知道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能帮你封印的山主了。真没办法了啊。行，我明白，你帮我恢复了人形，我也不能没什么表示嘛，啊！要没这两颗蛇牙，我早就化成灰了。这是我最后的法宝了，拿去。此法叫做锁灵钉，乃是香雪山禁术，伤敌一千，自损八百，催动此法者也要受到反噬，寻常的仙家是承受不住的。锁灵钉一旦入体，可搅乱阴阳，颠倒乾坤。那苦主如若要将这两力吸入体内，整个七力都会被锁灵钉所缠绕，灵力无法回归本体，宿主会痛不欲生，生不如死。你到底对我的两力做了什么？真以为中元节本王不做准备吗？哼，你本来就是妖怪，凭什么自居东宫，辱没我们天元国？我有什么资格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中元佳节，向妖神大人献人菜三名。哥哥，临死之前，能不能给弟弟留几分颜面？尊严命。是。此女是我心爱之人，能不能让我死在她的前面？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痴情，我已经成全你。
你不担心吗？你就要死了，你不担心吗？是人，离国灭亡，你派人询问我这么久，你不知道我是人？对所有的黎明做的一切，今天我绝不还给你。伤害他，不许伤害他！
快走！九云，来不及了，我只能拖住他一时。快走啊！我要收了他的灵力。伤到哪儿了？哎呀，二殿下，张太尉。啊，末将奉命来助二殿下捉拿妖孽。是父皇的意思？正是。你先把左詹氏和玄珠姑娘送回去。诺。来人呢，先把二位护送出去。诺。这灵灯可不是你想拿就能拿走的，李渊不是你和庭渊联手就能对付得了的。自国师游说立李渊为储君后，举国开始信奉妖神。国师，快走啊！我要收了他的灵力。啊，就算是我跌入万丈深渊，我也能够生火搭灶，过得好得很。大仇已报，国师也已经窜逃，离国已无妖孽。我一定向我父皇提议，让他重振朝纲。你能留下来吗？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今日多谢了。川儿，我们走。你去保护好公主。诺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是
下官左子辰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贤侄啊，你在朝廷上见到的那个不是我，而是我的替身傀儡。自国师掌控了天元国朝政以来呀，我们几个老臣都被那国师秘密囚禁在此，朝堂之上的都是国师的傀儡，这国师用这法阵将我们的灵力与傀儡相连，这才不至于穿帮。子辰，子辰，我会救你们出去的。子辰，您是？子辰，父亲啊，是父亲啊，儿不孝，儿子，父亲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你来了，你来了，太好了，快起来，起来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今晚就在我府上稍作休息吧。好，走吧。哎，那俩妖物怎么突然就退了？我还以为今天进了昊天殿还能血战一场呢。好了，关上门。你认识那妖怪？我认识他。他原本是南蛮二十四洞的妖王，后来到天元国，迷惑天元帝，当上了国师。立渊背后的真凶，就是他。所以我一直都找错了人，与天元帝无关。你熟悉他？当年南蛮妖王扰乱三界，我师父冠人上仙曾用灵灯与他一战。你师父灵丹对你来说很重要吧？
Thank you.